家庭的这个副业辅导，还有呢一种这个家庭计划。您对于这个政府实施这个劳工福利政策，比方说劳工保险呐这一方面，您有什么看法？劳工保险我觉得很好，是吧？我们呢，好像须臾说，人无百日好，发无百日红，是吧？万一我们就生一场病下来的话呢，那么要住院1900块钱，是吧？这个我们就负担就很大了。可是我们有这个劳工保险呢，那么自己呢不要担忧了，啊。那是不是有了这个制度之后，您跟您其他的同事之间，大家这个工作的情绪比从前又稳定多了？是的，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有保障，是吧？在生活方面嘛，那当然是很愉快，所以一切也不用。